现中南政府风废旧主委给本地加油及平风取消其他的日前通报沙盘推展，还就紧急风热母热燃点，而相关单位做在东家改来人变。然中中分口也讲，农业除了宽步桥、绕桥插接小组，当然会加强其他人类受制干扰者，外来风日前发生。人员器物的接触性的传播。嘉秀七平讽刺受众同参加演练的单位，说明非洲族人的平头韩国用的车过来的，用书面来做疫情同步沙盘的推演，天天做紧急的防疫刺激演练。场主陪同下，与政工所和兽医清点确认猪只数量。为了因应一路因洋葱的非洲猪瘟疫情，缅甸的情形用加州新竹烟肉品市场发生疫情，而相关单位实施防疫的重要措施，对缅甸的工厂农委会没提出要注意的事情。紧急在做扑杀的时候，我们的电极的处理，还有我们这些动物尸体，要怎么做掩埋，还有那个畜牧场整个复原的消毒的防疫工作，让所有的动物人员更能够熟悉整个防疫的 SOP。假设是疫情第一个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去追查，就是说它的一个疫变的可能来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可能防疫所这边的话呢，也要特别去注意的。因前新竹县中研究所超过50,000人，其中73%客家乡亲，中药下下去了里种的缺少的食材，故所味道每本烟内35,000条的主位车道主文，因中用文稿指示农业处韩国环保局，针对烟内少次跟业者加强稽查。来到新竹县政府啊，来农业处所管的个用来防疫所，韩国个用来环保局，来到是新的比较。插七小组哈，当日去插，因新竹人有214家本注射的位数啊，因去安到处理啦，安到全部去插。新竹县政府同时要求业者听取通知，做到90度后，怎做在哪类非洲诶，用按严条的防护措施同做法来防非洲猪瘟的发生。客家新闻王文耀新竹报道。